堂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亚军。在2016年第一次在 Fitness Academy 和许多举重爱好者见面和交流，也是在那一次交流认识了现在的两个学徒 Alan Tai 和 Wesley Lu。 他们对举重很有热情，也很努力，这5年的训练奠定了他们现在的技术水平。这一次我很荣幸担任 Fitness Academy 的举重顾问，为管子编排训练计划，并由 Alan 来执教。希望疫情可以很快过去，有机会到香港和大家见面，加油！